在京剧五丑行当中，张春华堪称一代奇才。他的武功基础深厚，功夫过人，在80余年的舞台生涯中，塑造了数十个武艺高强、诙谐幽默、机智果敢的人物形象。他的技艺借此得到了国内外亿万观众的赞叹，更是在京剧五丑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足迹。然而，这位京剧五丑奇才既不是名人之后，也并非出自梨园世家，而是一个极为贫困的农家子弟。在我的印象里，我妈妈跟我讲是一个非常苦的，就好像很小就没有亲爹亲娘了。我后来的爷爷呢是抱养的他，不是我奶奶，就是后来的奶奶亲生的。我亲生的爷爷好像也不姓张，他姓呢姓孙，而且呢好像视力也不好。现在的奶奶呢是在收养了这个孩子，他好像是在街上流浪啊，是在村里头啊，把他收养了。看看这个孩子长得粗眉大眼的，很机灵的这么一个小孩，就是抱养来的。然后才到了后来我爷爷，现在的爷爷奶奶这个家里。为了找一条生路养父母，把这个取名为张世明的苦孩子交给了天津京剧界的场面头郭少安做手把徒弟。与他一起练功的还有郭少安的外甥蔡小四和来自文安的农家子弟贺金忠。从此这三个孩子便开始了他们的学戏生涯。天津呢有个大资本家啊，他叫高兴桥。高兴桥有个儿子叫高渤海，他们最初是拉煤矿，后来是做钱庄，他们就盖了大楼，在天津后来有渤海大楼，后来改成人民大楼，盖了劝业场，在劝业场的最高一层，啊，他们修了一个小剧场，叫天花井剧场，这个承办人就是高兴桥，他建好了劝业场，建好了天花井，他就要在这个天花井里边成立一个戏班，常年在这个天花井来演出。说到天华井戏院，就不能不说起击鼓社子弟班。高渤海组建了击鼓社戏班，以擅演连台本戏著称，后来又成立了击鼓社子弟班，招收贫苦艺人子女学艺。郭少安的三个徒弟也就成了击鼓社的弟子，他们即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张春华、贺永华、蔡宝华。1940年，击鼓社把美国同名电影《侠盗罗宾汉》搬上京剧舞台，首开京剧改革之先河。张春华经过角逐，扮演了主要人物罗宾汉，他以惊人的才艺而崭露头角。说老实话，当时那个戏啊，这个可以说惊动整个京剧界啊，比如李兆春、李元春这些位先生都来，当时都看了，他们羡慕啊。而且李兆春先生呢，还真惦着排这个。好的什么地方？他有戏剧情节，哎，他有观目，他有矛盾，他有人物性格。哎，它有故事情节，这几种东西都存在，所以它能打动观众。张春华因身材矮小、动作敏捷，且聪明机警过人，因此被武生名宿尚和玉先生推荐学习武丑。张春华干一行爱一行，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常常夜半偷偷起来练功拉戏，所以在科班里受的罪、吃的苦要比其他的同学多得多。走矮子、翻跟斗、
练唱念，从不犀利。渐渐，他的声誉鹊起，他的才华也引起了京剧五丑叶派创始人叶盛章先生的注意。做科与北京傅连城科班的叶盛章，是京剧艺术有史以来首创丑行挑班第一人，在京剧五丑行当中颇有建树。他在打瓜园、十千道甲、九盖、巧连环等戏里，以高超的演技受到了内外行的高度赞誉。至今流行在京剧舞台上的《秋江》一句，就是叶盛章根据同名川剧而移植的。1943年，张春华正式拜叶盛章为师，成为了叶派传人。他主演的剧目也颇具叶派神韵，难怪有人称张春华就是叶盛章的一个小拷贝，可见他对叶派的领会之深。为了培养张春华，叶盛章除去把自己的拿手好戏传授给他，还为张春华铺路搭桥，安排演出的机会。为此，师徒二人还曾有过一次对台同演《十千道甲》的故事。我的叶老师在天蟾舞台演道甲，我在皇后大戏院演道甲。这个两个剧场要是跑步的话，5分钟。有一天，摊着道甲比较靠前，大周我忘了是站太平是什么戏，我忘了，好像是跟少春先生合作。我去看道甲，事前把甲倒下来，还没等转身，我马上往皇后跑。我这个道甲在后头，皇后大戏院的近身比较，哎，也就这样，差不多。那就是后排了，好像是。等我这时迁蹭的把蹭菜汤大矿臭矿呀，好，我师父那儿穿着长毛绒大衣，这个鹅绒帽子，多快！站那儿看了我一出戏。第二天早晨，我给打漱口水，我就问我师娘。昨天我师父去看我戏去了吧？你怎么知道？我说，那剧场不大，我看见我师父那站着看了一出戏。我说，说我什么了？
因为我跟我十娘我们这娘俩不错，她有点什么话都告诉我，你是不是夸你了可说你了，说夸你，说这孩子聪明倒是挺聪明的，就是不爱学习。我一听我又高兴我又委屈，高兴什么？他爱教我。我委屈什么？我想学我不敢说呀。张春华极为刻苦的学习精神和永不满足的求知欲终于打动了老师，叶圣章把一出出拿手好戏传授给了这个得意的弟子。蒋平捞印，这也是张春华常演的叶派剧目。1998年，张春华亲赴上海为弟子严庆谷做示范演出。常言说人过七十古来稀，而张春华以73岁高龄扮演翻江鼠蒋平，一段唐马舞蹈仍然是身手矫健，不同凡响。青年张春华成名之后春风得意，他奔波于大江南北祖国各地，为人们送去欢乐和艺术享受。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46年冬，张春华一次由武汉搭乘去上海的航班出现了问题，如此他经历了人生一次生与死的磨难。张春华乘坐的是一架由美国运输机改装的小型客机，当天的上海大雾弥漫，飞机难以降落，只能在空中盘旋一连几个小时，直到汽油耗尽，飞机猛冲地面，机身断裂，睡梦中的张春华也被弹出舱外。我呢在这个角度我没掉下去，这个耳朵几乎给擦断，这左脚这李怀的骨摔裂了，我就喊呢，我说救命啊，救命啊！那一天就3架飞机失事。这次飞机失事，机组乘客共44人，只有3人脱险，其中就包括张春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开口饭为生的戏曲艺人也得到了彻底翻身。25岁的张春华追求进步，很快与他的黄金搭档京剧著名武生演员张云熙一起参加了国家剧院。从此在张春华艺术生涯中翻开了新的一页。